他说是什么来着？是一个机器的一个状态，他没有说的特别细。其实那个 configuration 那个，那个状态我 state machine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对，他我就。说的是 state machine，但是Lab 2.1吧？我看看是不是啊？还是 Lab 2.2？但是我看，就是我们老师评语都是 map map map，所以就，所以我家里我 map 都写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，同学，我看一下这个老师的评语，就是核心的功能没有实现，然后需要一个 map 去存这个键值对，对吧？这些关系，然后需要去 load 和存储这些关系，然后需要这个路径的这个操作，path operation needs documentation no map implementation，就是还主要就是实现一个 map，我的理解就是存什么内容，对吧？我看一下，就是，哎，这个是我看一下那边。